平时大家打趣的时候总喜欢说开飞车开飞车，但是真正开飞车的人还是没几个的。不过总有些牛人能让我们大开眼界，这不一辆车也不知怎么的就飞到了格力兰和另一辆轿车上面。这技术，这准确的位置，看来驾驶员确实是位高人。这属于也没有谁了啊，哪个驾校能办上驾照，我这给我办一个无敌了啊。这属于也没有谁了啊，哪个驾校能办上驾照，我这给我办一个无敌了啊。